幾年就係興一啲細手袋啦，所以如果我哋即係入門想保值，就去買細手袋啦，係嘛？一定係細手袋。咁其實有冇啲袋係可以升值或者保值能力比較高嘅咧？咁我哋平時個眉尾咧就應該係喺個鼻翼啦、眼尾呢一個位咁樣度上嚟咧就停㗎啦，都會攞多一個呢個 gel 咧，令到原本嗰啲眉毛咧係向上。姊妹淘星期一至四于新时代电视二台播出。